并拢，腰要挺直，头颈稍稍垂下，双手交叠，虚扣在腰间。江二姑娘，嗯，怎么了？不错，果然是大家风范。苏尚怡今日是怎么了？这样都能忍得下去？ 一定是我还不够努力。哎，江雪宁，你故意的是不是？好了，学下一个吧。 江二姑娘，你真是。